我们，当初为什么要救我们？既然你恩将仇报，那我就重新废了你。林峰，林峰，林峰，吐得好，吐得妙！你这个老怪物，到底要干什么？林峰，林峰，起开！你干什么？简单简单。哎，他跟你无冤无仇，你为什么要杀他？他现在命悬一线，只有我能救他，别碍事儿。命悬一刻，他只是体弱，怎么就命悬一刻了？他中的致命的剧毒，你不知道吗？他只是自幼中了五石散的毒啊。五石散是个什么东西？他身上中的叫金凤玉露，五石散和他相比不过是蜜糖而已。金凤玉露是什么？简单简单，金凤玉露是西岩失传已久的一种怪毒，这种毒平时潜伏在中毒者的身体里面，像血色藤蔓一样，只要病者动心动情，立刻就会唤醒血液中的毒素，然后慢慢的、慢慢的，由全身向极泉穴涌入。只要涌入了极泉穴，就会一命呜呼，立刻死翘翘的。你个老怪物，你骗人！我骗人？哼！他是不是经常会清口疼，而且会经常吐血？林芳，林芳，你醒醒！林芳，哎呀，他听不见。透骨针，这针扎在穴位上，很痛的。你，算你还有点见识。旁人用透骨针乃是杀人，而我却是救人，这是我的独门秘技。闻所未闻啊！你折磨林芳是为了给他解毒？你怎么不早说呀？我为什么要早说？他是我夫君。他是你夫君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我是对这个毒感兴趣，这种病毒你知道吗？极其少见，连我也只是听说过，还从来没有见过。我就是想试试看自己到底能不能解。那怎么才算解毒啊？简单简单，待他心头之血变成了鲜红色，他这条命差不多也就活了。哎呀，起开！Hehehe